前跟当妈妈之后，你对于时间的分配有不一样吗？当然不一样了，就是以前时间都是自己的，只有自己。对啊，还有工作，对对对，还有呢。那现在就是会把陪伴的时间啊，然后他们该睡觉啊什么什么的时间都要排得更仔细。就是像郑总说的，目前是自己的，是开心啊。就其实没有跟郑总一起过戏，是，然后觉得是其实有点短，太短。只能当天是很好玩的，虽然很热，我们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拍，有漂亮的古董车，是漂亮的衣服。手表，对，就是其实跟他也是算熟悉了，因为我老婆也蛮要好的，是，对，那就是会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，是，所以在练习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去想说，就是蛮自然的。两位知不知道101在40个时区当中，它的时区是哪一个位置？3、2、1，好了，请作答。哎呦，两个同时指到八个位置，确定哈？好，来，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正确答案是不是答？是，来，我们守候，请作答，3、2、1，知道吗？一起作答，3、2、1。那个，你放人声大点一点，好。那个运算的速度。哦，对了，老